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刘梦娇三星穹铁道 2.2 平洛康宁一条龙地图全收集攻略宝箱折纸小鸟护照贴纸书籍梦境迷踪齿轮王下一桶金表抄隐藏成就刘梦娇乐沙海选会场大剧院。首先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刘梦娇左侧的旧梦极阵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这个犄角旮旯里走，然后里面是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回头来到传送点的地方，来到传送点之后，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地下看，这里是一个井盖，然后我们点击冒热气的井盖，然后这是丰饶之井盖，然后这个标点是井号 C3， 然后 C1 跟 C2 是在上一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鸟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我们左侧就有一个桥，我们过桥之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我们往前走到最里侧这个犄角旮旯，然后这里有一本书籍，拿完书籍之后，我们回头走出来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走，来到这一个路灯下方，来到路灯下方之后，我们再往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往前走，在一个前方看到一个桶，在桶的后方又是一个冒热气的井盖。接着我们继续向前，会进入一段剧情，我们往左走，对话出来之后，我们再次跟他对话。抱胸摊手叉腰，接着我们再次跟他对话，那我们第一个选择写了3抱胸，接着我们选择3摊手，最后我们选择3叉腰，都是3333。接着我们打开这个 F1， 我们来到这叫试用关卡，进入试用之后我们再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再跟前方的城市让客对话，然后选择就是第一个选项，对话出来之后，我们再一次打开这个试用关卡，我们进入，让我们再退出来，掉头有什么？退出来，我们再一次对话，获得贴纸，同时也是成就。然后在它的左侧有一个宝箱，我们拿掉这个宝箱。接着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我们往前走，前方能够看到一个王下一桶，我们点击对话，
我们选择助人为乐，然后选择间隔垃圾站，然后接着在我们的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这个气球的后方，我们蓝色气的后方往后走，然后能够看到一个冒热气的井盖。接着我们再往前走，走到电视的地方，前方电视的地方旁边有一个销售，就是一本书籍。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南方向小地图下方这个后方那个卷帘门，卷帘门这里我们有一个销量给它拽出来。接着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里有个桥，我们来到桥之后，过桥之后，在我们的东北方向小地图右上角这个阳伞的下方右侧的这个桌子上有一个书籍，拿完书籍之后，在我们的西方向小地图左方往前走，看到这一个餐车，在餐车的后方最后方有一个气球，上方是一个小鸟，我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我们往右看，这里方又是一个宝箱。接着我们回头走出来，走到这个餐车头的位置，走到餐车头的位置之后，在我们的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们往前走，然后这个桥头左侧然后能够看到一个冒热气的井盖，就是虚无的井盖。接着我们过桥啊，上楼梯，上楼梯之后在我们的右前方有一个南希，我们跟他对话，你要的曲子呢，选择我想看看商品，然后这里有四本碟片，我们全部给他买掉。接着在前方地下又是最后一个井盖，存户的井盖，然后获得成就。接着在我们西北方向小地图左上角，我们能够看到是一个香鸟，不能和这个铁丝网上，我们给它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旁边有一个迷踪，我们给它修复。进来之后我们把这个上方的黄色我们拉到最下方，然后最下方的黄色我们拉到最上面，然后接着我们把面前的这一个蓝色的我们点击一下两下三下，接着我们再次点击这个蓝色一下两下三下，然后最上方有一个一根的蓝色，我们点击一下，接着我们点击下方这个黄色的能拉到最下方的，我们给它拉到这个让它形成一条通路，形成通路拿到齿轮的位置，然后在我们右上角有一个橘黄色，我们点击一下两下，接着我们唤醒，唤醒之后在我们的东方向小地图右方我们往前走，来到这个大道上，来到大道上之后我们北方向小地图的上方我们往前来到前方餐厅里，进来之后我们往左看，这就能看到一个宝箱一个，接着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星际牛仔，我们跟他对话，然后选择可以聊聊吗，接着选择这叫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然后选择好像有个广告牌，这个是 2.0 的时候那个贴纸叫什么爱遇见的那个贴纸，你得先跟他对话之后，然后你再来找他，你才能有这个选项，然后获得这个成就，然后他这个一定要是欢愉的你才可以，你把它调成欢愉。接着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小地图右下角我们往前走下楼梯，走下楼梯之后正前方桌子上就是一本书籍，接着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小地图左下角就能看到这一个宝箱，拿完宝箱之后我们走出来，走出来之后在我们北方向小地图上方我往左前方看，就能够看到一个垃圾桶，这里有一个贴纸，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下方旧梦集镇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回头上楼梯，上楼梯之后我们往右看，跟这个爵士对话，
要获得奖励。这时20个小鸟全部集齐了。然后接着我们17个宝箱，两个往下一捅，然后15最后的大亨全部集齐，与你同行的回忆3个成就，然后是4本书籍。记得关注再走哦。